转转转，停！是水晶超能力呀，我喜欢。我来，转转转，停！是木星超能力，我从小在森林里长大，适合我。我也要转转转。怎么是土星超能力呀、啊？不行，这次不算，我要再来一次。不可以，转到什么就是什么，不能拒绝。好吧，嘿嘿，我也来，转转转，停！哇塞，竟然是火星超能力，好厉害的样子！贝尔把我最想要的超能力拿走了，我想要火星超能力嘛！哼，超能转盘转到什么就是什么，火星超能力是我赚到的，那就是我的。大宝，你就别伤心了，说不定你的超能力是最厉害的呢。第二轮，请为自己赚取武器。这一轮我先来，转转转，停！哇塞，竟然是无敌激光宝剑，好厉害呀、啊！我喜欢。接下来到我了，转转转，停！呵呵，是个防御盾牌呀，看上去很安全的。好吧，我来转，转转转，停！啊，是个冥破剑呀，跟我的水晶超能力很般配。该我了。火箭枪，火箭枪，让我转到火箭枪吧！转转转，停！啊，怎么是把小木剑呢？一点用都没有，我不要！哼，不可以哦，自己赚到的武器必须自己带走。啊，哈哈，威尔，让你上一轮那么嘚瑟，这一轮你的运气也不好嘛。第三轮，请为自己赚取飞行器。啊，还有飞行器，我来，我来！转转转，停！这是个大铲吧？它怎么会飞嘛？飞行器都会飞行，嘿嘿，那就行。我来，转转转，停！哦，我是个飞行大脚啊，真的不帅气。该我来，转转转，停！哇塞，是对飞行翅膀，好美呀！哎呀，白雪，快让开，该我了，转转转，停！哎，是哆啦 A 梦的竹蜻蜓，哇塞，我从小就想要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最后一轮，请为自己赚取对手。什么？对手还要我们自己赚？没错，赚到谁给谁打，不能逃避。好吧，那就让我先来吧，给我来个普通怪兽吧，我真的害怕。转转转，停！啥？我没看错吧？竟然是霸王龙，他也不怕火呀！我的火气超能力对他没用的，这可怎么办？天哪，贝尔姐姐太难了，我来转吧。转转转，停！啊，还好是牛角怪。好羡慕你啊，白雪。没事的，白雪姐姐，等我打败了牛小怪，我就去帮你。我来吧，我谁都不怕，谁最厉害我就对谁。转转转，停！哥斯拉大怪兽啊，等的就是你。该我了，转转转，停！啊，怎么是黑暗魔王啊？这他也太没成就感了吧！好了，孩子们，你们要出发打怪兽，祝你们成功，快出发吧！快出发，我们过来吧！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他们四个谁能打败怪兽呢？认为白雪可以的，发送一一；认为贝尔可以的，发送二二二；认为熊妹可以的，发送三三三；认为大宝可以的，发送四四四。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